我去很多地方发现他们一般老百姓那种国家向心力，很认同自己的国家，那种民族向心力非常强，和台湾那里不能比。我叫林公范，我是去年才过来内地这里上学，然后我目前就读于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二年级。我2016年的时候来过浙江还有安徽旅游，然后我觉得这边发展的比台湾快很多，然后我就对这里的制度还有那种政策很有兴趣，所以我就选这个专业。没来大陆之前，我觉得农村就是厕所那些都是茅房之类的，就是连那种自动冲水的都没有。现在就完全改观，不一样，挺富足的。就是我去很多地方发现他们一般老百姓那种国家向心力，很认同自己的国家，那种民族向心力非常强，和台湾那里不能比。所以这是你最大的感受？对，这是我最大的感受。我觉得一个国家强大，它那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会非常强。现在提到哪里都非常骄傲，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、中国梦之类的。对，我会留在这边实现我的梦想。抖音。